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用西红柿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做法，营养特别的丰富。下面给我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制作的吧。首先我们把洗干净的西红柿在顶部打上十字花刀，对，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比较嫩一些。炒成这种碎状之后，关火放凉备用。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。之后关火，稍微焖上两分钟，时间到了之后直接出锅就可以。西红柿这样做鲜嫩好吃，营养特别的丰富，而且这个制作方法又特别的简单，用西红柿汁来和面，做出来颜色也非常漂亮。
皮薄大馅儿，特别的好吃。喜欢的朋友不妨动手在家尝试一下。我是小杨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